各位好，最近东南亚的卖猪仔事件搞到满城风雨，那些流出来的影片亦都相当之得人惊。在这个风头火势的时候，仍然有一位好等浅世的香港女蛇头阿斯亚，英文名是斯，好努力咁样水人过泰国做嘢，仲话15日内必定赚到15万以上，随时可以搭飞机飞过去，唯一嘅要求就係35岁以下，贪你年青力壮同埋比较新鲜咁话。至于系咩新鲜，大家心里有数，讲得太白又俾人黄标㗎啦。既然讲到咁好运，而我又十分之等钱势，我今日第一时间联络呢一位士师，睇下佢有咩笋工介绍俾我，可以10000蚊一日啦。但系直至到我拍呢条片为止，阿士师都未有复我，而且佢个 Facebook 就已经铲咗，亦都有相当多嘅正义网民走去佢嗰度留言同埋投诉佢。呢位热心嘅女网友仲要特登 send 个柬埔寨骗案俾阿女蛇头，佢仲复翻。睇咗啦，我个朋友喺嗰边日日住大屋，乜事都冇，梗係啦，蛇头嚟㗎嘛，淨係负责水人过去，俾你水过去嗰啲咪濑嘢囉。唔好讲咁多废话，我哋睇下呢份工有啲咩要求同埋福利，跟住再研究一下究竟呢个蛇头系咪上中人，定係好似文正年嗰个直接灵咁样偷下游为正张相话佢自己。是咁的，想去外国做嘢嘅人，以下呢份工係好啱你㗎。泰国公司嘅人事部直接招聘网络销售员，包食包住包机票，去到你就即刻会做一个体检，睇下你身体健唔健康，睇下边一 part 可以攞嚟用，费用当然係由公司俾啦。跟住入职你就要填一份合约，最紧要写你亲戚朋友姨妈姑爹嘅电话，如果唔系你有咩事，我点样通知佢哋？即系搵可能要需要使钱噶嘛？我哋净系请18至35岁，不限男女。至于点解35岁以上嘅人唔请，我头先一开头就已经讲过，唔重复。工作地点就系泰国同埋缅甸，暂时唔需要去柬埔寨，呢度冇写。工作要求。就是要懂基本打字，咩标准合格，同埋最好又懂英文同埋普通话，唔懂都冇所谓。嗱，咁啊，泰国啲人就应该唔系好懂打字。底薪10皮嘢人民币，另外仲有佣差，最少就 3% 至到 12%。哇，佢呢度又好棘喎，咩佣金以美金计算，但系个底薪又用人民币啊。佢主要嘅客源呢就是欧美市场。公司仲提供早午晚宵夜四餐，一人四支可乐，仲劲过阿靓坤啊！靓坤都系一人一支可乐咋嘛？咁有钱请人，但系住宿呢就系4至8人一间房。升咗做蛇头之后，就可以自行分配房间或者独立自己一间房。每个月仲会有聚餐同埋团体活动，但系前提系你要挨到一个月。生日仲有礼物奖金。逢年过节亦都会有奖金，都系嗰句，挨得过初一都要过埋15，呢啲先有得攞。仲话如果可以挨够7个月之后，可以又有薪假翻香港一次。佢仲话如果唔揀翻香港嘅话，仲会有额外多1皮嘢俾你。我諗未够1个月啦，倒贴1皮嘢俾佢走佢都制啦，啱唔啱先？睇埋呢度真係有人中招。book 晒机票同埋酒店，我只能够祝呢啲香港嘅团友好运。阿蛇头仲话佢自己好想去旅行，既然咁好运，点解你又唔去埋一份？系咪我都赚够啦，想俾其他人赚下呢？麻烦经方就快啲做嘢，唔好俾呢啲契弟继续喺度害人。阿蛇头除咗识卖人猪仔之外，仲有好多搵快钱嘅活动，主要系水人去借钱。或者用人哋个户口嚟洗钱，2个礼拜即150至200万，到手之后你又分4到5成，信贷评分由 A 至到 I 嘅人都可以申请到。
只是破产和走数人士申请不到啫。咁都几爽喎、啊。条数就你孭，但是你又代得四五成。下一行申请大陆8%，申请到之后就要返大陆攞钱。通常就会10万至15万不等。唔知会唔会卖你猪仔返大陆就要得15万最多。唔系即批 ,Lex。用你个公司银行户口去借财仔，要有公司嘅账目。借到嘅话分你10至25万。但是成条数又是你孭。第十，返大陆广州住一个月，要有汇丰银行户口用嚟打数。信贷评级可以差，但是唔可以有走数记录。第九，大新银行要冇坏账。银行内部就会有人安排你去申请户口。一个月行得之后，每个星期就打唔知几多万美金过去。直到封你户口为止，每个星期就出一次粮一皮嘢，好似攞啲钱去洗衣机嗰度洗咁样一样洗钱。第八，翻大陆开户口三皮嘢，隔离酒店钱同埋14日要回港交收。开户口2-3日就搞掂，其他时间你鍾意做啲乜嘢，洗费全部我哋包。呢项十分之奇怪。需要一个信贷评级极差的人，18岁以上，用你个名嚟开公司，跟住打数，事成之后有5到15万收。头先嗰啲衰咗都系16、8六嘅系嘛？依、这个衰咗就大领落啦。去西班牙攞货，佢话就系电子零件或者象牙之类，运翻嚟香港，事成之后收5到6万。在西班牙逗留的最少3日，当地的洗费全部都是找我们 cam 翻。但是他那些很明显的 MK 人士啊 ,cam 是去 cam 的 cam 啊，原来。但是运这些东西哥伦比亚应该出名一点。第五，就是今天的主题啊，卖人之债。至于其他那些就不讲啊，都是重重复复都是做那些东西。我们研究一下想中人好过啦。呢张相冇估计错误嘅话，就喺呢个星期三嗰阵时影嘅，因为当时保良局就卖期，阿蛇头亦都好有善心啦，当时有卖期，唔系谂住做咗咁多阴质嘢，捐个10蚊8蚊就冇事啊嘛。其实啲料我琴日就有噶啦，不过我都要核实一下，相中人究竟系咪真系嗰个蛇头，我费事怪错好人啫嘛。但系我又唔可以喺条片度。讲话去即系读边家学校啊，住喺边度啊，电话号码几多号㗎嘛。如果你系想中人，而你又觉得你唔系蛇头嘅话，请你联络我，我有办法同你核实资料。有识得嘅人系你嘅中学同学。因为中学同学就话佢系惯犯嚟㗎啦。但系呢度唔可以讲佢嗰啲个人资料，真系好难好难可以交代到。但你见我连阿 Temple 哥嘅身份证都有。而呢位女蛇头又咁靓女，我想识佢，你觉得有冇办法识到呢？当然系有啦。如果有兴趣想知多啲嘅观众，可以 PM 我，当然系要熟嗰啲，我先会同你讲啦。警方，如果你想攞料嘅话，你亦都可以揾我。打击罪犯，我系十分之支持嘅。而我又身处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，我唔怕你哋搞我噶嘛，警方。讲住咁多先啦，我都唔系好得闲拍片，又咁少人睇，麻烦观众踊跃留言，真系帮手 share 下。咁其实我拍一条片都冇乜咩赚咩赚钱嗰啲，我都系为兴趣，所以你哋就唔好介意我可能好耐先至拍一条片，同埋真系冇乜嘢好讲。但系呢个女蛇头梗要讲下啦，咁靓女啱唔啱先？想我出多啲片，咁你哋就记得识做啦。麻烦观众踊跃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报道。多谢大家俾面，鍾意就订阅 share， 系咁，再见。